I can share with you, there are two very, very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ty. 我哋中國人嘅社會，應該我啲仔仔一同啲叻人有，唔使話講名譽地位學識，我哋啲細路仔個個都叻，我哋有冇地位先？我想你哋諗下，人哋阿趙都走去跪，你中國人去嘈，冇人理你。點解？你知唔知點解 ？Do you know why? We do not vote. You must all go out and vote. 你哋個個一定要拉埋屋企人，拉埋親戚朋友，嗰啲信得過嗰啲。你我唔理你 vote 邊個。你 vote 任何人都好，你唔使話俾人聽。但係你中國人冇人睬我哋嘅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唔出嚟投票嘛。你邊度有力量咧？你睇下某一個區，個個出嚟幾多個部長啊？嚇！點解人哋就係齊心？我希望你帶呢個信息俾個中國社會，等佢哋知道下。不是只是賺大錢揸靚車住靚屋就是成功，因為你要想下一代，你不即要想下你好好都好，大把錢都好，就爆洩咯，是標準知道當然啦，你扭個車房不爆你爆誰啫，是吧？難道是我那個這樣的茅舍嗎？是吧？第二樣嘢 ，I want everybody to vote. Secondly, as the citizenship judge, I have to share with you. 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每一個人都應該去進修下。進修下自己嘅英文。點解咧 ？Oh, but I was educated here.I graduated with so many degrees, but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. 你啲英文叻到上天都好啦，始終都係有進步嘅。嗱，三種人，一啲叻到飛起嘅，一啲係可以揾到工做好成功，但係 always improvement。因為好多人喺外國讀書咧，佢哋講。他說寫得好，因為我當年我做在政府做的時候，和我自己 做法官的時候，我自己看得出那些人的背景，寫是 no problem， 但一說呢，人都不知道他做什麼，你或者你很多時候會聽到那些人打電話來 Duck cleaning， 講講下你都不知道他講什麼，就是因為他沒有去進步，去使自己的語言進步。所以兩樣東西我想大家說的，很大膽跟你說，就一定要去投票，不是只是你去投票，你一定要叫全部的社團出來，最好有間巴士寫著華人投票團，那些 politician 呢就會覺得以為這班人有人去鼓勵他們來投票了，我們不要看小他們，我覺得中國人，我覺得我很幸運，我一世可以說的個俗話就是一世鬥運，做完一樣又一樣，那人很給面子，外國人說為什麼，因為我可以跟他們溝通，所以第一就投票，第二是進步自己，好像Bill Sir說，增加自己的學識，增加自己的語言。多謝各位，好，老公。